Ava Store 将于12月15日迎来19周年。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，Ava Store 在线商店与实体店铺都将全力为20周年庆典造势，公开了 Ava Store 20周年纪念插图。使用了纪念插图的新商品将于下周公布。11月8日于杭州举行的高桥洋子个人演出周边商品详情公开，包括有 T 恤、挎包、荧光棒、荧卡、海报以及贴纸，还公开了签名色纸以及纪念票根的图像。为纪念福音战士 TV 系列播出30周年，定真寺 FUP 地毛人玩偶登场，有通常版以及微笑版两种版本，预定2025年4月登场，其他福音战士系列的角色也将陆续登场。来自 Preworld， 2024年福音战士圣诞蛋糕开始接受预约，包括有定真寺、林波丽、明日香、真希波、主勋、葛胜美里、定真寺与主勋以及林波丽与明日香与真希波全8种款式，作为购入特点将赠送与蛋糕相同款式的徽章。来自合作企划哥斯拉队福音战士，东宝大怪兽系列30基隆重武装型 Alpha 初号机配色登场，使用初号机的紫色作为主色调，在各部位搭配有恰当的绿色，将初号机的形象融入其中。背鳍等部位使用了荧光涂料，在黑暗中使用黑光灯照射可呈现发光效果。另外使用附带的电源单元可使双眼发光，预定2025年2月出货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